第十九题，子璇将一棒形磁铁切成三段如右图，请问关于 ABC 柱四个磁极的叙述何者正确？这题是在考我们说没有磁单极，一个磁铁有 S 极就一定有 N 极，有 N 极就一定有 S 极，所以坐左边是 S 极，那么右边就应该是 N 极，然后这边就应该是 S 极，那 C 就应该是 N 极，柱就应该是 S 极，所以另外一边就是 N 极，所以我们发现呢，我们的 A 跟 C 呢是 N 极，我们的 B 跟 G 呢是 S 级，所以第十九题问我们说，请问关于 ABC 柱四个磁极的叙述何者正确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A，AC 为 N 级。